哎，雪莉早，多多早。小维早安，小维早安，可以吗？居安安，优华安安，优华有没有看到我敲你的？现在时间很固定，不是哦，就讲了，反正都要开，早开晚开，对吧？反正跑光遇两小时就是这样过。嗯，刚好醒，看到我开台，今天休假。而且早。唉，你真的要找时间接？叔叔早，哎，月亮弯弯早，好久不见。你快睡着了，我就来了。人不在画面啊，今晚安。果然没在看画面吗？哎，欢迎安安。白龙的世界，下午好。
木星，咳咳木星安安，早安。阿哲哲，下午好。小子安安，米奇蜂蜜贤者，下午好，下午好呀，哎呦喂。
好，休息时间。哎，哟。现在休息时间可以聊天了啊！这样撑不住了嘛？等到海龟还是到现在？馒头结束还是海龟结束？哦，去吧去吧。万馒头结束嘛？你先去睡觉啊，你就把你丢在这边，就休息就好了。哎、欸，超奇怪的哎、欸！这三天玩悟空，然后我昨天睡醒，我的腿超酸的啊，今天起来屁股超痛的。前朋友跑进格不正手的视频，但需要帐篷，本来打算不换。而且他其实昨天送饮料过来的时候，那个酸梅是叫什么？看一下哦、喔，酸梅冰茶，但是它是冰沙哎、欸。但是昨天要先喝完蒸奶吗？啊，真的假的？所以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冰沙啊，我都是把它当酸梅汤在喝哦、喔。哇，那还是下次不要蒸奶了，就喝酸梅冰茶了。光玉角色可以啊，哎、欸，我本来也想画光玉的那个啊，就是遮嘴巴、遮眼睛的。没蒸奶改另一间哦。想说哇。是冰沙，好久没喝冰沙了哎。可是我不是说过吗？蒸奶不能冰，于是想说冰茶下次喝。你的光遇角色，谢谢，妈的，自己拍给我看。酸梅冰茶好喝啊，就酸梅汤啊。以后就是冰茶加蒸奶，啊，我就是会先喝蒸奶起的。困难二选一哦，反正又没差，我就珍珠大不了倒掉而已啊，喝奶茶。
你就不要干同时点两杯蒸奶给我，这才叫做残酷二选一吧？有两杯都不能放冰箱，放在外面摆着当百事蒸奶。爱坤 ，Lucky 坤，小维晚安。你怎么知道接下来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接下来不是要买马克杯吗？哎、欸，我其实是我是手臂有点痛哎、欸，打悟空拿我的拇指关节、拇指指纹下面那个关节的地方也推到有点痛。两杯蒸奶，一杯冰茶，然后还有什么？你还要放什么？你要点什么不能放的？会酸掉吧？这个天气会啦。受伤了吗？就是压的话会痛。还有什么不能放的？还有什么不能放的？有没有像多多绿啊那种东西？一直按同一个按键，翻滚翻滚翻滚吗？翻滚轻攻击，翻滚轻攻击，轻攻击轻攻击，重攻击翻滚翻滚。凤梨冰茶，凤梨我其实还好哎、欸。哎、欸，我找不到简单爱的谱哎、欸。昨天本来想说，哎、欸，这么早下播了，不然去找个简单爱的谱。找不到，没有。芒果冰茶可以，芒果冰我可以啊，或是有没有绿豆沙，对不对？绿豆沙、酸梅冰茶，嗯，凤梨舌头痛还好、哦，虽然我蛮喜欢，哎、欸，也不是说蛮喜欢吃，就凤梨我也不挑啊，会有的话我也会吃啊，克瑞安安。对，又不是说跟一个人说，哎、欸，我这周凤梨吃很多这样子。李记没有绿豆沙、欸，哎，可惜了。那我手把好了吗？昨天也有故障过一次。啊、哦，没有，昨天故障就直接关台了。所以魔兽载回来吧，还没，还没。要换新的了吗？新的什么手把吗？不是，我上次手把因为跟阿茄他们玩那个，我忘记是玩什么的，结果我按推太大力，结果我的手把开始会转圈。就是蘑菇头嘛，照理说不应该会转圈，就玩太大力吧，好像里面的东西弄坏了，就会开始转圈。归记的冬瓜、观音什么的，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嗯，最近嘴巴溃了，一直复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中医就是说。就熬夜嘛，火气大，压力不要太大、啊。
多喝温开水啊，少喝冰水啊，对不对？都这样子啊。温开水还不都是中医那边教的？松掉了，不是，就是太大力了，把那个，就是它其实就是，你就想想看，锁龙那个水龙头锁很紧很紧很紧，结果就是一个不小心推太大力，结果锁龙那个水龙头就松掉了。吃 B 群补充维 C， 还是建议你睡久一点啊。请把遥港当作好好爱护。哎，怪不得就是你那么不听话，妈的！你知道我这几次直播一天开两次，就是因为这手把害的嘛？我不知道是手把害的还是电脑的问题啊。就是我只要电脑侦测不到手把，我一定要重开机。那真的丢掉，你看，阿茄，哎，凤梨来了，还好没说，我没说我讨厌凤梨，对不对？我只有说凤梨我还好，但我还是会吃。该抖那手把，这手把就是阿茄给的啊，所以那时候他松掉的时候，阿茄说该换新的了，我就说啊，可是是你给的，你送的，哎，你还要再买一个新的给我。信安安，得得得得！哎，青蛙，我有这个了。方法是我用手机用成二三阶的那个动作，然后再就好了。用手机调二三二阶以上的动作 ，PC 就可以用了。手把能按坏，我知道手把也是消耗品啊。这样有理由找你了。我们多久没见面了、啊？是不是快一年了、啊？是不是今年九月就满一年了、啊？超过。哪有超过？我们还有吃自助餐跟那个哎、欸，虾子吃到饱哎、欸，还记得我就吃那个海鲜吃到肩膀痛吗？快一年了哎、欸，我肩膀还在痛哎、欸，我其实到现在肩膀还是有点举不起来，是没有到以前夸张啦，睡觉还会压到会痛，现在是微抬还是会痛。当时很怕是痛风，但是完全就不像痛风啊！痛风完全应该会有东西，一个鼓包跑出来之类的，但是没有哎、欸。教主想问一问，今天肩膀可以负担成一张小废图吗？被换走了，你想要画什么？你想要换什么？这很严重哎、欸，没办法、啊，我之前看哎、欸，我就是痛到第二天吧，我去看中医，然后那个中医就问我说，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事情啊，什么之类的啊啊，他是我直接跟医生说我肩膀很痛，然后说几天了，我说两天了，他帮我把脉，然后啊、就讲了一样的话嘛，啊，你就是肝火旺盛，熬夜。多喝热水，不要再吃油的辛辣食物啊！叭叭讲一大堆，讲完之后我就说，哦，因为我前天有去吃虾子啊，吃凤螺什么之类的，哦，痛风套餐是吧？哦，那你有可能是痛风呢，那我开一个礼拜的药先给你吃吃看，啊，之后如果还会痛的话再回诊。好，那。我是一模一样口气哦啊，痛风套餐是吧？这样子，
然后我就吃的第一天，我拉肚子拉到裤子来不及洗，来不及换，我甚至在家里差点不穿裤子了。我就是穿内裤，然后就内裤赶快，如果沾到一点点，赶快洗一洗，然后换另外一件嘛，这样子。我甚至睡觉的时候都来不及哦。他是直接真的是无预警的，直接突然出来。所以我裤子根本来不及洗，哎。那时候我吃了两天之后，我就是觉得不行了，我已经拉肚子拉到没有，都已经剩下水了，你知道吗？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拉了，我还可以继续拉东西出来。然后我就自主停药。我说要买很多杯子，因为代购啊，不是吗？感谢米奈的九个月。想换两张，一张小丑，一张我还没想到。那你最近大概三点左右？我不确定哎，因为悟空好像快玩完了。你看有没有跟你抢着换啊？医生没开错药吗？我就觉得他开错药啊。肠胃不好不能吃太多海鲜。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就那一次我吃到有问题而已。我之前去那个想想吧，那些比较高档的自助餐，我吃超多哎，大辣，我吃超多虾子的哎，我甚至去吃到饱的那个餐厅还是什么，我都只挑虾子起来吃哎。那时候跟番茄他们去吃到饱，番茄小弟他们吃到饱的时候，我还问说。哎、欸，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虾子？他说那边排队啊，他说一人一个盘子限定拿一个，然后我就去拿，我就很满心期待去拿一个很大的虾子。后来小迪就跟我讲说，好像很不新鲜欸，味道有点腥，我就闻了一下，然后不管他就吃。可是对，如果好，万一那家不新鲜的话，那天我番茄。然后小迪还有一个人，我们四个人吃，就只有我肩膀在痛哎。繁星，哎，怎么了？吃给你是什么？你要跟我讲秘密那个事情吗？我可能知道哦。你知道撕我，还是你已经下单了啊？没有啦，我看你撕我，啊，还是说这件事情不能讲？可是那时候不是有在台上讲吗？是不是因为工作所以一直不会好啊？不会好什么？那阿奇有没有想要买马克杯啊？肩膀痛哦。也不是欸，欸，我是左边肩膀痛啊，画画的话是右边肩膀痛。对，是因为这样子啊。有没有？我画画是右边的肩膀痛，然后吃东西是因为左边肩膀痛。
或许番茄会定一个送教子。我就是想说，番茄是不是私讯我是说他已经下好单了？哎，对，昨天蹦蹦有说立耶可以预定了，哎。请问送你什么？有奖励吗？你要我怎样？你要我怎样？你说嘛？嘿嘿嘞，我自己买，我好怕。不可能下单，我想说，繁星，我私你。然后突然说：“哦，你已经先买到了。”然后发现是那个山寨的，一个香什么蚊香的香，还是那个拜拜的香？有什么问题？我还可以套蜡烛给他。买到黄牛价还山寨，哎，所以你那个是黄牛的吗？不，你那个是山寨的哦。所以你那个邦布是假，那是那个山寨货，而且又是假货，黄牛昂贵的假货吗？可是你那时候拍起来看起来很真呢。啊，不然是买什么？哦，你是说哦，你是说马克杯哦？山寨价格黄牛，不，黄牛价格山寨货是真的，但黄牛手机架加地毯。寄给别人了，好，我猜猜看那个别人，哎，没有，我一定不认识。我其实有想在我的电脑桌下面放地毯了，哎，原因是因为我家，我家的地板这个是木头嘛，但是不是那种已经打蜡抛好光那种木头，就是人家真的是施工那种木头，所以当时搬来这个家的时候，在楼上都要穿拖鞋，就是要穿那种有点室外拖了，不是室内拖。然后是因为走久了之后，把那个粗糙的地方给那个打磨好了，啊，因为电脑桌的椅子不是会一直那个吗？滑来滑去，滑来滑去。因为它就是被，就是很像那个嘛，手指指甲旁边会有那种皮裂，那个翻起来，然后就给削，会去撕它，然后那个木头的那个被撕坏的痕迹就越来越长，越来越大。给削啊！米莎卡安安，对。点蜡烛啊，女人！
关键的应该皮皮抱枕，皮皮抱枕啊，它不是皮皮马克杯跟娟娟马克杯吗？嗯，完了，他的这只真的怪怪的哎，有些动画都一直强迫他看哎，他大叔圣岛跟这边。都会看动画、欸，布诺，还在看动画吗？一个马克杯跟一个抱枕，哦，云草也有强制任务要做，哎、欸，你，哎，没有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有些任务你要去做啊，他就懒啊，不做啊，他不做就是会一直要看动画，不对啊，应该是照理说他都做完了啊，因为云草是，哎、欸、没有哦，云草有两个任务不是我陪他做的。风差大，外面刮风欸，你是说你家吗？还是光玉？在干嘛？云草哦。还是你玩到体验版的？等一下，好。草莓做完任务就一直呜呜的，哦，你是外面起雾哦。没有，他之前有这样过，又跑掉了。哎，你台风。奇怪，为什么你的游戏就这么？你来牵我，好。哦，所以你刚刚是动弹不得哦。进去，好。哦，所以你这边有一扇门，是吗？
要进店里。啊，所以你这边，你是现在这边是长得像废墟一样的吗？我觉得你是在趁机偷踩我要讲欸，我头会痛欸。要欧搭跟 MOBA 结合的游戏，那个我知道啊，知道欸，不确定会不会玩欸。啊，哦哦哦哦哦，你的晕草风真的好大哦。哇、wow, 他的云草真的是刮台风欸，他的花都快被吹断了欸。你朋友抽到然后邀请我，你跟他玩啊。就 那种游戏没有满牌我是不会玩啊。你要放出来吗？哎、欸，这人怎么这样？我知道解什么东西呀、啊？那我这样子知道解四双吗？还是我直接屏幕截取就好了。你看，这是他的世界。等一下，你又会被拉回去，对不对？就不知道啊，你知道他之前阵子有一次也碰到这个状况，他气到不行欸，因为我是想说他为什么一直这样子。啊、他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气到想跑图了。那时候是有史以来我看过他最生气的时候了。对，那时候能多生气就有多生气。气到他跟爸爸妈妈说不喝奶奶了。
欸，我外甥是真的有一次在我们面前摔奶瓶，摔破了，还哭得很大声说奶奶坏了，然后啊，好，然后我就骂他，啊你弄坏的啊，你在哭什么？讨厌你啦！他就讨厌我，讨厌，好像是想摔我吧，然后没有摔到我，然后把奶瓶摔往地上摔，然后坏掉了，他就哭了，然后说讨厌我，北气死小孩，香菜皮蛋豆腐汤安安，怎么那么好笑，就很白痴啊。然后我妈就说：“你再摔坏，你试试看。”哎呀，我就讲啊，现在外甥这个个性、这个性格，已经是大走歪的时候了、欸。这怎么讲？然后说小孩子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已经是到，怎么说，就像叛逆期好了，对吧？叛逆期你没有带好的话，就直接歪掉了。啊，他现在这个状况也是啊，你看，首先对大人不礼貌啊。啊，又不能打，又不能骂，只能用嘴巴教。啊，教怎么教？只听阿嬷的话，只听妈妈的话。啊，阿公、舅舅的话都不听。啊，喜欢我。啊，只要大人不在就喜欢我，大人在就讨厌我。吉娃娃。等一下，我怎么觉得这个先祖看起来很不妙啊？这是哪一个先祖啊？把手撑在脸颊上，哪一层的啊？拉火，不会是跳楼先祖吧？操！我想说，我对这个脸有点印象、啊。直接讲操，我太凶了吧！很花时间的，就是会跳楼的那个先祖，不是吗？哎，今天跑图时间都在这上面了。每次想到拉光先祖，都会想到当时露诺来玩的时候，特别容易出 bug 嘛，就是先祖会消失，会突然判定你任务失败，然后串线之类的，要重拉。跳楼先祖，对啊，就是哎，又是跳楼先祖。满星能不能带我宝格图？我是新手，但是我今天不是主要玩光遇，哎，下次可以啦。今天，因为我现在是在跑任务啦，之后好不好？小白安安，你是真新手假新手？假的话赶快说，真的话我会想办法。
如果真的新手哦，我说真的，建议你可以边看巴哈文章边跑。我不知道怎么教你啦，但是你才跑两次暴风眼，我跟你说，当时我们观众有一个玩两天就跑暴风眼的，然后玩四天就在那边六龙的，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新手的心是要多心。而且其实很多人喜欢玩这款游戏是自己去摸。啊，我不一样啊！我当时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是给人家带的，因为我开台我剪片，没有时间玩这款游戏。我也对，当时那一群都是自己自身自力跑图的，我边哭着边看着他们成长，完了真的是最怕人，哎，这是会玩的哎。六龙是什么？你可以把暴风眼的龙当成小狗狗在玩。电梯向上，艾米，你也是看着繁星成长的，对啊，你知道吗？当时一个万年充电宝的人，突然就会跑图了，应该说突然会解任务了，然后解任务的同时突然又会跑图了，然后隔一年哇会跑暴风眼了。你怎么是白的？你快去接任务，你快去接任务，还来得及，快快快快快。有了吗？没有，我跟你讲，今天那个有问题。今天不是你传我没有反应吗？然后我打字你没看见，就是今天前四分钟在炸符啊。雨林安安，你看聊天室已经有我的我的两任司机都出现了，一位叫优花的，我的第一任司机啊，雨林就是我的第二任司机。小飞图被换走了，雪莉换走了，小飞图被雪莉换走了。啊，投箱的人也不是投箱啦，早看台的人才能换到的东西，每日限量。你看啊，其实那时候优华带我是最痛苦的啊，因为我甚至有时候因为要看字幕，看那个上字幕剪片。我有长达三分钟没有完全没有理他，等到睡着了，他还在我旁边等我。这种情况下跑图是最辛苦的，你等不到人。
所以每次我都跟他道歉。虽然他也知道我在忙啊，但是这样子跑图速度可以两小时跑完的东西，硬生生拖到两个半小时，对啊，所以我一直很愧疚啊。那后来我是不是就放弃剪片去，就是专心两小时好好就是跑图，对吧？那是后面的事情了。然后再后面一点就是我们把加倍跑完就没有跑了。不然就语音了，曾经有啦，但是他怕吵到我，妈 bug， 好啦，哎，我有看到，哎，我有看到那一排火。重温呢？抱歉了，露诺，我不是合格的司机。哎，都聊天室啦，没有啦，忘记了。嘘，我想说你动画都没看，为什么要背？我就嗯，帅什么啦？你也曾经帅过啊！你没办法知道是，你明明就可以。帅什么？帅什么？你跟贝尔没有这样做过吗？那你没办法做到的事，你只能用手机。嗯，手机也可以啊。我们在跑哪边啊？云野，走，我打啦。哎，等一下哦，你是不是都没烧到蜡烛？哎，好啦，哎，等一下大蜡给你点哦。有烧到吗？一半，好。
没有，因为刚刚在雨林那边，我就在打字跟你说掏蜡烛，但是好像你没看到，因为我在红蜡旁边等很久，然后就是突然串到了，没事，还有两撮，我们可以慢慢来。一次训四条龙看起来好难，可以一条一条训啊。我这辈子就只训过三次龙，两次手机，一次 PC。PC 那一次是意外，差点带一个人去给龙撞。你一条都不会啊，没人叫你一次四条啊，啊就慢慢练啊。你是用手机吗？那我跟你说，你准备被龙撞到啊。你就赶快手机大，切后台，对，你就用手机戳啊，反正不会撞掉翅膀啊，不用怕龙的啊。真的六失败的话，再马上大退啊！你被撞到的那一瞬间，一两秒内都还有救啦，就是你赶快大退游戏，你的翅膀还是会回来。你可以这样子慢慢练六龙。哎，我不可能当全能型的玩家嘛，对不对？我至少从一开始的充电宝，到会跑图，到现在会玩乐器，对不对？就只有一些逛的景点我有办法带啦，有一些网红拍照圣地，哦，点完了，哦，呜呼呜呼。还要凝聚蜡烛哦，那个认识要凝聚蜡烛哦。你百亿都不到，你跟我讲说你新手一百亿，我就怀疑你了，好吗？不是，人家说六龙至少要七个翅膀啊，就是你上面的翅膀啊，至少要七个。起飞四下嘛，你四个，那你就不要想着去六龙啊。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就是不可能，就不要去理会它。而且我跟你说，关于这款游戏，一个人是玩不起来的，你必须得社交。再不然就是你要有小号，就是这么残酷的游戏。你现在要孤独老人了，胡说！我还是有看你上线欸。不然好了，还是你现在上来，我可以带你跑图了。只是我会跑很快啦。哎，我今天三点前看到你挂在新那个预镜，我想说你要一起跑吗？看你没理我，你在捡金人，对耶。哎，露诺，我现在每个礼拜会去投胎哦。反正我是用永久意投胎啦，我没有要。如果你要投胎，我再捡金人啊。你们要投胎，我就用永久意投。你在跟雨林叙旧，你该跑图了吧？而且阳光日快来了，哎，就是这一次有游泳圈，哎，
可以躺在上面的游泳圈。忆当年，哎，两个妈妈带的小孩子长大了，而且一带就带了快一年了。我背上这个巨婴，他11月开始，万圣节底的时候开始玩，万圣节中开始玩，然后我们就一路这样子玩到了现在。你带我们跑吗？可是你们两个要背背哦，不然我的手不够牵哦，我手会掏不出蜡烛，我会越跑越火大哦。没错，不孝子会骂自己的父母，掏不出蜡烛啦啊！对啊，就是很烦啊，设计成这样很合理啦，但是掏不出蜡烛就很生气啊，又不是说可以从中间掏出一根蜡烛出来。要吗？你们要跑吗？我们要跑华星，我要跑峡谷，要吗？所以你们两个要吗？我跑峡谷。满的，等一下，等我过图。抛白蜡，你就点别人啊，然后只要点这种蓝色的图案，你的白蜡就掏出来了。嗯？我又有。来了，你们来吧。能带你一个吗？好啦，现在加你了。怎么称呼？还是满的，没关系，你跑吧。完了。那雨林里被幽花哈，等一下哦，我不是很喜欢跑到一半家人呐、啊。对对，来，这给你。对，如果等一下再多一个，我就在思考那怎么办？你们要怎么签？你要快哦，我不会等太久哦。太尖了吧？表白好了没？你如果现在跟我讲说开个游戏，我会生气哦。不是说生气啦，就是好，
那现在传过来，一二五六，等一下传送的话，你们背上的要下用牵手的哦，不然传不过去哦。因为我之前跑图都是说跑完再加好友，有摆好了没？两分钟来了，来，走。嗯，你这样换乐器，完了，跑不出蜡烛的人。会拖时间，对啊，本来今天目的本来就不是要带人跑图啊，我只是要把每日解一解而已啊。好怀念的装扮，哪一个？左边的还是上面的？不会啊，我看到他就仿佛看到小伟一样。白子安安，可是你把那个举白蜡的 ID 取很长，很容易点到他，然后黑名单欸。手机的话啦。都没有跟你在跑光遇，这是另外一个人。这是哪里？这是我们跑图人的视角。你们萌新的视角是看表面啊，我们司机的视角是看里面。这是里世界。这游戏有很多你可以慢慢摸索的东西，刚刚那是其中一小部分，好不好？待会还会使用神奇魔法。问就是光遇，你刚刚怎么跑到地图外的穿模？你可以去搜寻光遇遁地教学之类的。如果你是PC 版会很简单啊，手机会比较麻烦。那再来是你要遁地。首先你要有20颗爱心，你要换雨林的一个矮人面具，你要换那个才能有办法遁地，有听懂吗？反正前提条件就是矮面就是要你去雨林那个换，用20颗爱心换。那20颗爱心怎么来？你解过没解过的险阻会送你一颗，就只有一颗而已。或是解季节向导任务，可以用三个白蜡烛换一颗爱心，或者是跟朋友交换，朋友要一样也是别人掏三个白蜡送你一颗爱心。你有40个爱心，不知道能做什么。
你就换海面啊，换你喜欢的东西啊。建议啦，就是雨林有一个躲猫猫的，我等一下回去开星盘给你看。雨林有一个躲猫猫仙族，它就是我们这个戴上去之后，你的身高会最矮，有这么矮你就可以刚刚去那个破土的世界。你季节超多，你有一年半没玩了不是吗？没办法，升大学后就抛、欸、没有啦。为了考试抛下了我。哎、欸，待会待会进去这扇门之后啊，等一下会出现一个框框，你要选勾勾哦，你要点是的打勾，你要选下去哦，不然你会被弹掉。好。你不会是开小号要来换那个吧？哎、欸，下来下来，都下来都下来。那个光遇的新功能可以自动跳过所有动画，好不好？你在这边画质这边有个跳过所有可忽略的动画，请打勾啊，谢谢。请谢谢大家告诉大家。感谢小主的五小七点，优花签好。好喽，哎、欸，啊！你们两个怎么没过来？你们两个嘞？不可能啊！我们等一下，那两个嘞？你又被绑架了。你们跑，等下你跟雨林在一起是不是？你们没传过来吗？你们还在原地吗？那等我，等我，等我，等我。小白回家。你们被猫安安，你看，这就是。真的没有想开台跑图，原因就是问题会很多。等我，不用等我们啦，一下子而已啦。有，我看到光了，一定有，一定有传送。你没拿到火把对不对？你也需要什么？英美安安，等一下雨林，你为什么会没有？有了，有了，有了，有了。你要什么？露诺，你要什么？你被绑架没有拿到？为什么啦？你的游戏怎么那么特别？你等我一下。
哎，你不要回来。也是哦，是要疯了吗？是，就是状况一大堆啊。没有，这个他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你刚刚是怎样被欧若拉画面带走吗？你是用手机还是用 PC？ 你如果还是你如果以后根本 PC 没插的话，你就用 PC 跑图啊，要不要？啊，你上次是不是也是手机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前一次被绑架的时候也是手机对吧？如果下次知道你那一天被手机绑架，你就用 PC 看看要不要。还是你现在换 PC， 我先赶过去。对啊，你就现在换 PC 嘛，我先去再到。那你等你更新啊。企鹅哦，也不见有被绑架吗？没有。欸？华顺，啊，你的蜡烛怎么没有收？你怎么没有收蜡烛的动作？回家回家，林林安安啊，隔壁的你们还要跑吗？请问小白、幽花、雨林，你们还要跑吗？我觉得你是在欧若，叶月安安，
嗨，都那么巧，一直串。那个从演唱会回来会串正常啊？不用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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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轻的就好了。钱好啦，你怎么在跑动画？跑动画？哇，有人会被撞在门外吗？一二三四，哈哈，雨林的这一套是小王子的衣服啊。哇，干起来，你看。没有，这才会说，很多人不喜欢队伍太长，就因为这原因。首先 ，PC 的啊不，手机的话会很容易点到右边的人。那在，就是我们过图的时候要走门，就是左右两侧的一定会有人被丢在外面。那再来就是，像你看，你没有我右边这三个人的好友嘛，你就一定要牵我啊。那这样子我的手没有办法掏出蜡烛去点东西，对，所以导致这样跑图会更慢一点。哎、欸，我看到都有魔法哦，不要说没有传到哦，我看到都有哦。有吧，幽花，雨林嘞。哇，现在是换雨林了吗？哎，好好安安，你亮一下没视窗，你不要动，你等我，你等我。哎，露诺，你先进去吧，我等下传你。那个，往前面走，往前面直直走，去那个放烟火的地方直直走，往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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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啦，下次我就真的不开台带人了啦。不是我不想带啦，时间拖太久了啦。你看49分了。等等不跟了，哎、欸，
串到了、欸。所以你们一直在聊天室说带你带你带你之类的啊，我每次是不是都说要带可以啊，但是不是现在你们都觉得我是在讲讲的吗？不是，有时候你们我都不知道怎么拒绝，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也讲了嘛，我现在我今天的行程就不是要跑光遇带人之类的，我今天现在开台就是要每日跑完之后我要去玩悟空，然后哎，就很不想当那种说什么以前带你啊，现在你会跑图都不带我们那种感觉啊。你也有网络不稳那个人吗？不是啊，你从演唱会来这边一定会串线啊。感谢水欧的追随，也不是心软哦，不想让人家觉得说光遇这么没温度的嘛，光遇的玩家那么没温度吗？不是啦，就讲了，今天如果我图都跑完了嘛，然后不知道干嘛，没有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你要我带你跑我都 OK 啊。我前阵子我一天甚至跑三次图，欸，我跑了六七个小时的图，欸，我带了一组人，又带了另外一组人，然后在那个也带那个啊，我就先带路诺跑完图嘛，两小时跑回啊，然后之前也带兔子跑图嘛，那前几天也带那个啊新朋友嘛，吼吼跟艾米跑图。我要带可以啊，就是重点前提是我跑完图了，我都 OK 啊。那现在是我还没跑完图啊。你可能说啊，反正都要跑图，顺便路过经过而已啊。对啊，但是啊，万一如果一个人串了，两个人要等他一个。悟空真的那么好玩吗？我觉得还不错啦，我真的是买来看看剧情的啦。就是我觉得他每个章节打完之后的剧情还不错，但是我要讲哦，他没有地图哦，他是真的会迷路哦。有时候地图大到你真的就算努力记，你也可能记不起来哪里是哪里。我有一张地图，我已经跑到我自己都没印象，我跑到这边来啊，结果怎么摸着摸着，这边是魔王关，这样子。对啊，我也没有凶你们啊，就只是你问他们嘛，我其实不会在跑图过程中直接加好友，我一定都是跑完之后才加好友的。而且在我加好友有一个条件是，我如果在跑图的时候就不要来突然跑过来蹭图之类的，因为我如果没开台跑图的话，那私下跑图是我们私下的事情，就已经想私下的好好的跑图，就是不想要过于社交还是怎样的。你看边跑图边打字一定会速度更慢啊，想说赶快跑完赶快结束就结束了。这里是哪里？影视山谷。像你新手来玩，你是因为别人才跑来玩，还是真的实地逛到的时候跑来玩的啊？因为现在多半新手玩家都是别人带着玩的。因为那扇门可以穿吗？可以。我那时候穿的时候，雪莉也吓到。
很久没玩，开新账号回来玩，好多不认识的地方，很正常吧？他三个月一张地图啊，你看 一年就四张地图了、欸，当然会越来越多啊。啊，顶多一年三张地图啦。现在这边是小王子记啊，就是我入坑后的季节，还好有在这一季玩、欸，不然小王子围巾就换不到了。那再来是人超过三个以上吗？你看，像如果你们两个没有解杯杯的话，我这样子左右牵手不方便掏蜡嘛。其次是三个人之后很难炸花。好，回家。对，还有在强调，不是我不带啊，是我有空，我当然会带。加上我家现在很热，没有什么耐心跑图。哎、欸，我等一下跑到一个地方，我就不能带你了哦，因为那边如果要带你的话，我半小时内跑不完。我斗篷好多，怎么了？我的衣柜比女生还女生哦。我等一下跟你讲拜拜的地方，就是我没办法带你了。因为那边你要从头开始啊，试水就试炼啊，你要从水，就从第一扇门循序渐进的跑，往后跑。你在后面跟着我，不可能，你跟不上啊。啊，你有朋友带你啊？也有可能啊，不用跑试炼，我们两个就灰了。因为通常我们跑到试炼前就灰了。最近，呜呼，像那个谁，你们不是之前在幽花，你前阵子不是有回来玩吗？我那时候也不是问你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带你跑。带你看看新地图，然后你那边不是说你是跟另外一个人在跑的？土司令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脾气什么，你还有我啊，对吧？就算失败了，还有我啊。没有，我记得你那时候是跟另外一个人跑图，哎，那时候上线找你，然后你就点完火就说去跑图了。然后就牵着一个人走，哦，我那时候看你牵着一个小黑走，哎，然后雨林是说有空带他去看新地图，是吗？是，就是，我以为你是跟奈奈跑啊，就是奈奈的小号还是什么的吧。因为你那时候不是说他，你自己跑，然后还也没有跑完那加倍，对不对？那时候是什么啊？那时候好像是鲁鲁米，不是鲁鲁米，大耳狗的时候吧？我记得大耳狗你有回来摸一下，然后五周你有回来摸一下。什么意思？他现在没玩了，差不多啊，因为他是为了你玩，不是自己喜欢才玩，不是吗？
太难炖了吧？好像是网友想说你跑图没有打扰你。对啊，就是有一个你那时候就是跟着一个人跑啊，陪一个人跑还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时候就是跟你打招呼打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是突然发起跟另外一个人发起牵手就去跑图了啊。这不是，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在乱掰乱遐想，是真的啦。是什么心碎场面？没有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几点啊？每次都大概是10点、11点吧。啊，那时候可能是刚好吃完红食啊，看到他上线，就传过去，想说聊一下天，就说先去跑图了，拜拜。然后雨林的话，最好笑是，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用背飞的？他说会断线。我说哦，那你不知道两那个就是上下人同时拿白蜡就不会那个宕机了吗？他说真的哦，我要去跟绿豆说这件事情。啊，现在不用啦，现在背不会宕机了。你怎么记到现在？哎，我就讲了嘛，我就很记仇嘛，对不对？我的记忆力就是记在这种东西上面啊，表示我印象深刻啊，印象深刻的东西才会记啊，不然怎么会记？你的错，你太会记了，不是。因为你要想想看，可能我受伤啊，没有啦，哎呦呀，奇怪，真的，你看连 PC 都这么难炖了，我觉得他有偷改，老会记了，真的哎，人家不是饮料是李记、龟记什么记的吗？我就叫老记，老会记。卖什么东西？忘了，不记得了。这玻璃心也不是啊，就是他。哎、欸，好了好了，小白，我只能送你到这边了，好吧？未来的路要好好的走啊！再见了，小白。因为这个你跟不上啦，这个你跟得上的话，你就不是新手了。小白，你看我画面就好。然后雨林幽花，你们看好哦。现在风试炼我是这样跑图的。啊，你真的要跑哦？认真，我真的没办法带你哦。没事啊、哦，好，卡进去，现在还能卡吗？不行，卡了呢。现在不是不能卡了。我跑到生气的也是这一张图。翁来也有玩哦。翁来还有在玩吗？翁来，欸、哭啊！你要说什么？现在不能用背背背。凤梨，你忘记你有玩了？我真的忘记了、欸，我忘记了。哎、欸，等一下，我根本不知道你有玩吧？哎、欸，我有你好友吗？我有吗？怪我喽！我道歉嘛。现在怎样？现在都道歉的都不行。你弟没有看到刚刚生气的我，你可能就不会说怪我咯。就是来哦，看好哦，一边发起杯杯，一边发起公主包。
然后就哟。还可以飞，这个飞法比那个飞飞飞还方便啊，这个是垂直往上的，哎、欸，灰了。啊，飞飞飞的话是会那个发起飞的人的后方，它是斜着飞上去的。好，回家。所以小白，我就说没办法带你，就是因为这样子，除非有传送。我们怎么上来的？这个是羁绊的力量。哎、欸，会慢慢跑，很强了啦。那是公主抱后的飞法吧？对啊。而且公主抱这个飞的方法，比那个飞还要慢，所以跑风试炼的话很方便啊，因为你飞太快来不及断的话，就会重跑嘛，所以。我跑风试炼、火试炼会用这个方法跑。啊，火试炼不是第三格那边会掉？等一下吧，等一下再吧。火试炼那边不是有个地方是，就是跳一个神龛，然后跳墙壁上去嘛？第三个地方，然后用这个方法可以不用跳，用这个方法穿上去。哇，你今天，哇！风的还好，火的好难。火的我后面真的是练到很会跑了、欸。好了，你看今天跑的都给出去了。看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朋友跟我说风很难，我看他一直，我一次上去，哎、欸，他星盘会突然抖动一下、欸，我有点担心，这样点好友有点点到，哎、欸，来，那个小白，雨林的。这个先祖，你找他换。如果想要遁地的话啦，就是换到这个面具，这个要二十颗爱心。公主抱是两个人点公主抱吗？没有，一个人公主抱，一个人点抱那个抱那个杯杯。哎、欸，我跟你讲一下哦、喔，雪莉就是。今天跑托人是你的话，你点公主抱，就像这样子，这样，哎、欸，错，就是我负责断手跑图的话，啊，我点公主抱，啊，在背上的人就点那个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子原地起跳。它是真的比较笔直啊，你看、喔、我们刚刚起飞的位置是不是在这边，对不对？所以它不像杯飞啦，杯它是朝后方喷上去，对。而且你要干嘛？你要杯还是爆还是？对吧、啊？因为杯飞它就是斜后方嘛。对，然后风试炼那边的话，你要贴着那个，刚刚不是那个第几个？一二三，第四个篝火那根柱子，你要贴着那根柱子。你看，有没有？这是杯飞的，它就会偏很多。
那是哪个叫声？哎、欸，对啊，哪个叫声啊？为什么那么高？我是鸟，我也是鸟啊。bug 吧。对，所以你有一个一起跑图的人，我才会说，杯杯大于传送啦。这前提是一起跑图的人啊，是杯杯大于传送吗？那如果是一群人一起玩的话，传送大于杯杯啦。时光记得是这个叫声欸。对啊，反正你不用跑图，你只要负责传送就好啦，所以跑图的事交给别人啊，你只要负责到就好。你就很久没碰了，一次成功，哇，你太强了吧！好啦，我一往悟空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等一下聊天室又蹦出我才，啊，雀魂启动，哪个每日？やっとおいでになったわね。遅刻したあなたにこの残響セットをプレゼントするわ。私。我是雀魂，每日啊，我不是说我，唉。我会先把每日打一打，来来来，来来来，忘记是谁了，你好久没出现哦，这是谁？泽拉雅是谁？我忘记了。你也好久没玩了，对啊。那时候晚上跑完图，还问我要不要打雀魂一起玩。泽拉雅是谁？好萌，圆圈儿很可爱，对吧？谢谢，我也很喜欢这一只。
等等，这个桌布有之前的 DVD， 什么是 DVD？ 什么意思？哎，力气，力气，扔，这个桌布是之前买雀魂的 PD 才有的吗？我这个抽到的欸，我记得是抽的吧？妈，我忘记了，反正应该抽到的吧？欸，我忘了，我忘了，因为我比较喜欢这卡维跟那个跟这一只的。是吗？卡维在，就是我原本放的嘛，就卡维跟是谁？应该这一只吧。这个很好看，没抽到。这个还不错啊，我主要是因为有灰夜姬啊。但是卡维会动欸，而且这个位置是胸部欸。在想什么？いらない。我想问一件奇怪的问题，你说？什么奇怪发言？昨天的品品也，品品是骗子。他真的平啊，那是真平啊，我要的是大平平。何谓情勒？何谓情勒哦？大概就是，好啊，次次你说都只单推我一个人啊，就现在都看你在别人的台上面打瓦，还问说一起玩，然后说要养我，然后你都把钱抖在别的妹子身上啊，对吧？他要给我的生日礼物的椅子都没有下落了啊！都每次看你都买别人的周边商品，对，像类似这种东西。一来就掉挺平是病子，没有，他根本就不平啊！好会举例哦。那就大概是这一种啊，对不对？最常反正情的大概就是你可能最容易发生就是你可能答应了人家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他可能当下没有说，但是会记在心里面。但到了有一些什么场合时刻啊，或可能就大家
最常发生的就是可能在一伙人面前提到这件事情，对不对？就可能我也跟一大堆人说啊，这个次次说要给我生日礼物电竞椅子啊，啊就最后还是都没有送啊，就都看到他都在别的主播那边买他们周边商品啊，还一次买三四份啊，直接一直这没有，这是公开处刑的啦。反正情乐大概就是会让你很难很为难。什么椅子居然还没送吗？你看从你看嘛，从去年四月说到现在，还问我说繁星你什么时候生日，想说送你一个电竞椅，我就真的信了，我就真的当真了，我等到了现在，一直没换桌子，没换椅子，就在等你的椅子。看，连几月都知道啊！真的不要考验我的记忆力啊！没想到我今年忙爆，因为那时候你也是说你在市场啊，对不对？你说你好像在，你好像是鸡摊吗？还是什么的？那时候说很忙，我想说哦，好啦，可能是要努力工作赚钱养我吧，我就抱着这种心情卖鸡肉，对吧？对吧？对吧？你看我都还记得吧？你看完全没造假，这个主播记忆力。时好时坏，好不好？记一些事情记不起来，但记仇绝对记得起来。你死得好惨呀！哇，我是你的十倍耶，还在那边嚣张嚣张啊，好，感谢，没有打了，没有打了，没有打了，我要去当猴子了，刚起来就听到这么劲爆的，对吧？大概就这样啦，反正通常会情的就是会让你难堪啊，好不好？有时候真的是让你觉得说这种东西没必要讲，还是什么之类的，或是会觉得说你怎么憋到现在才说出来啊，这种东西啊。然后要怎么讲，情乐其实有分很多很多层面呢，对不对？讲太过头就是会有点像刚刚的公开处刑嘛。这就是有契约的差别吗？该结婚咯。好了，我要把皮关掉了。有没有敲的？要敲的赶快敲。要敲要丢的赶快敲。那一定是你没有结婚吧。好啦，我们到25分。如果到25分还没有的话。好，没有人了。好，我要收摊了。菜市场要收摊咯。我还没去看我的船，等我一下，我的开心农场的船还没弄，等一下，我早上第一件事情应该要先去运我的船的，我忘记了，然后开台直接跑光遇来不及，等一下啦。你又喷了一滴啊！来，我们来开个赌盘。我们待会开的赌盘是我拿不拿到一个东西叫神圣石的，好不好？
这个是这款游戏高级货币，好吧，我们来开这个赌盘，两分钟，好不好？两分钟啊，我刷完图啦，我刷一张图，开始预测，主播拿不拿得到神圣石？会，主播最棒了，不会。投票时间两分钟，给你们看，神圣石是长这个样子，这个，然后大概就是聊天室这张图。神圣石，优化拜拜，我期待我的梦成真，好不好？有没有？玲玲像不像神圣石？对吧，玲玲？这颗很像神圣石吧？我说聊天室那颗头啊，像不像神圣石？那时候我们在我们哎、欸，我因为那时候有一个人就说神圣石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哎、欸，这一季准备刚开的时候，我们就在聊啊，没有这一季刚开的。几天我们就在那边打，就说哦，我打到神圣石了，然后很开心。别人啊，然后就有人问说神圣石长怎样，然后就说哦，很像图七一个贴图，然后就找贴给他们看，他们说干太像了吧？对，就这个。我说干太像了吧？神圣石好拿吗？不好拿。我现在玩到现在很久没打到神圣石了。我家现在要反光了哦，看不见看不见。格挡率，这样到底。李安安安，哇哇什么？赔率很高吗？看一下，哇太亮了吧！等一下，我的萤幕在反光啊！这地图又太暗了吧！完了，什么是什么？欸，不能欸，这画面好亮欸。还行，不愧是花钱的力量。
要叫凡哥哥吗？什么凡哥哥？这是什么东西？你说品品在叫的吗？不行哦，那只有品品可以叫、哦。不是品品，我是不接受的哦。只有品品叫的最好听哦。不可以不要，你只能说你要。我真的觉得啊，姐姐把我的音效板拿去当那个兑换的很亏，应该要换她自己的才对啊，对不对？她自己的你们才会想要换来听啊，不会想要换我的。一个臭男生的音效版有什么好听的啊？哇，这地形好差哦！哦，好差好差！那个猴子叫不是不能换，猴子叫，你说姐姐那边的吗？他之前不是可以换吗？还是他拿掉了？我那时候好像是跟他玩那个啊，那个什么，一个打僵尸的游戏，然后被僵尸吓到，呼呼呼呼呼呼呼，被拿去捡，呼呼。哦吼，元素机！我就跟他讲说，你怎么会用我的？没人会换啦，你用你的啦。哦，少界塔哦，少界塔那个不要，那个太那个我不拔掉了吗？哎、欸，我拔掉了不是吗？因为我觉得少界塔真的太让他的形象太不见了，而且。而且其实他好像也没有很想要我放，感受到的啦，空气读出来的。红裤子在啦，但受戒塔我拿掉了，因为那个太大声了，而且他的形象真的是，我要好好顾好他的形象。我们女神偶像的形象怎么可以就这样毁掉呢？姐姐前天已经没形象了。前天还是昨啊？前天你是说聊天室白目的那个吗？那就很白目啊！我本来以为我打字送出了、欸，我那时候他第一次是帮那种什么龙龙加油的时候，我已经打字了，但是我发现我没有送出，因为那时候在传记录档，我那时候就打字说口头警告，不要太白目哦、喔。然后后面就是他又在讲很过分的东西，我才会打说，我劝你最好是不要再打这种话之类的。然后安妮就讲那个啊，就叫我ban掉他了。因为我会口头警告，是因为我看他追随日期是今年四月嘛，我想说都追随快半年的人，怎么会白目成这样子？结果。还是真的是白目欸，人家已经在努力在打，努力在弄了，还在那边给消。哇，我看到你打说 BB 啊，我想说什么？他还在讲，我想说我不是警告过他了吗？好了，各位，我们要去开奖了，有没有很紧张啊？
没错，我也很紧张。我希望我能拿到第一。一直在指挥很多啊，而且如果这次今天如果通关的话，吼，我就可以好好的帮忙管台了。准备喽，各位，按下去喽。错，有啊，两颗啊，谢谢玲玲，谢谢玲玲这么相信我啊，谢谢谢谢。哭啊，你怎？感谢马同学的揪团。哎，我好久没看到我的船友滴过来了哦。来，感谢我们马同学。来啦，帮你揪一下，意思意思。力量。不会看。Could really use it's here. 不会看，通通破换。I'm on it. 然后再看破换的价格。哇，七百七千呢。然后没跑速啊，跑速要打上去。八千。有生命，有抗性。这个是不是很棒？还有秒回。发生什么速？没有啊。那我刚刚在聊天室白目这问题啊，就我说我可以，如果我就，哇，这有一万呢，能盾。保护装，可是我就很不会看装备这东西啊。哎，收盘，点得结果会，熊熊的一番小天地取消了申请。你敲我们是不是？你那边敲我们是不是？慢慢存，对啊，慢慢存啊。而且我其实我的农场的人还没有到高级耶，对吧、啊？你看都还有的四级的。What you need？ 我那时候最哭的是，我原本这一格有八级、有九级的六个，就运出去不到五分钟被挟持，然后我开我的另外一只过去打，但打的路上我发现我没有招，我的幽魂没有招。然后我的一堆东西都没有弄，我就死在里面了。才刚重金聘请来的船员全部不见了。哎，哎，这个有什么诀窍吗？那个玲玲，不放最高级的了，反正就是佛系放嘛。每种都放1000到1500哦，不用放那么多。好，来，我记得这个是9000嘛。哦，10000哦，好。磨成，这叫磨成哦。哎，真的哎，啊，矿物嘞？船员不用放满哦，你说放四个船员吗？然后开三艘船，阿矿啊，这些也都是放1000嘛。
可是我好想挖矿哦，算了，矿不要好了。完成。吉他我是没放。然后嘞，你是运哪边？运最远的还是运比较近的？最前财运远的哦，难怪你那天聊，你昨天聊天室是一直说船回来喽。好，然后发薪水，欸、还有哎、欸，新增，好了，又可以撑一天了，一天又平安的过去了，我们要来齐天大圣了。话到忘记，我昨天一直看到他一直打说船回来喽，你的船回来喽。哇，我都在看你的，我都在看你画面，我都没有注意到船回来了、欸。好了，我们继续坐牢。进错房间，这里。啊！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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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至少你聊天室有在动。啊！要来面对螳螂了，怎么办？昨天打鹿，想说哦，鹿是最难打的，就螳螂好像反而更难打哎、欸。噔噔，我又欢迎到棍法就。没有，昨天试过搓棍跟劈棍了，我就立棍没摸过而已了。真的不要逼我换立棍啊！等一下哦，卡卡的，我结束。昨天我去试过刷经验呢，但我觉得刷经验是其次啊，主要是那些钱钱啊。等一下我们换，哦对对对对对，没错，啊、就是这里。雪莉，你要撕给我你的人那个、哦、你光遇的角色图哦。怎么会卡这么久？不对哦，不对哦。啊！我才刚开欸。
各位，我有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要说，我要重开机了。这个事情我知道很难过，我又被搞了。哎，我重开机了啦！我不要，不是我的手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会突然读不到。我不是无线的啦，可是现在。就算插着线上去，他也读不到啊！哎呦，怎么今天一直都这么惨啊？工作管理员，看看找不找到 PS4 手吧？没有哎、欸，等我回来，真的假的？愿意等我？不是。好，就算是手把好了啊，我开包包。B， 哦，有了，看一下、喔。喵刺敌对，猫刺，老鼠嘞，老鼠。老虎，那啥分不清楚。百公主，野蛮游戏。哎，怎么找不到那只老鼠啊？到海哭死烂，那你哭烂吧。哎、欸，我怎么找不到那只？等一下，双头鼠嘞，风虎地狼，嗯，人家不可能啊，等一下，我现在找不到。我的一个金还是被官方拔掉了，哎、欸，不见了哎、欸！难怪啊，白痴啊，不是在这边啦！来，这里，昨天。稍微试了一下那个，然后嘞，暗示引爆，这样赚钱啊！我的情话老师繁星乱讲，我叫你学吗？有真的不行哎、欸！好啦，我们待会见。各位，待会见，晚安，待会见哦，不要给我跑哦。待会聊天室46个来开赌盘，然后会不会只剩下20个？哼，好啦，我们待会见啦，拜拜。